都说这个人写字很丝滑，我怀疑是毛笔的功劳。你的这个比克威借我用一下。可以啊，你要用来干嘛？用来画画。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。好像画竹叶确实不错，写兽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它来画画，相信我，你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